请选金庸好了。最喜欢的前三名是《笑傲江湖》，《笑傲江湖》第二，《笑傲江湖》是第二，《鹿鼎记》是第一，对，然后《笑傲江湖》，你看看你在想，然后在青春期的你在想什么？因为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比较内向一点。好，谢谢，没有问题了。